大家好，我是小六，今天咱们来到海边，风有点大，吹得我头发都支棱起来了，但是依旧阻挡不了我对海蛎子的渴望。这海蛎子啊太大了，你看这浪啪啪啪的拍打。好，咱们开始行动了，走。我现在已经全部武装了，准备下水。走，咱们现在开始下去开包，走了哈。啊，看我摸几个，摸三个，这两只有果的，这两个，这个个头大，看这个，这个海蛎子比咱在海滩上弄一些捡的那些海蛎子要大很多，这个海蛎子肉才肥呢。我把它先放上去，咱继续剥。这个地方海蛎子比较多，咱主要在这个地方剥。我都觉得割脚了，咱下潜。看，剥好几个，继续。这地方太多了，我这一下抓这么多，浪真大呀！我放上去。我摸上了个什么经历沧桑的酒瓶子，你看上面长满了这，哎呀，这个82年的开瓶82年的啤酒在这个海滩上，这感觉是真爽啊。谁乱扔的，咱把它给放上去，这个要碎了在底下要是隔着人很危险。刚才下的还不大，这下下这么大了，看这雨滴，我那边天已经阴的不成样了。咱看咱再摸一下，咱就回去，咱得赶紧回去了。咱这海蛎子啊，是纯野生的海蛎子，个头大，而且肉肥，特别是一蒸，这个肉啊满满的，是真好。这个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这个资源啊，咱就应该珍惜，不能过度的去老是的逮它。咱平时咱就逮一下自己吃。我看天下着雨了，咱看看，咱再摸一下，咱就回去了。你看这浪太大了，下雨了，能看到吧？我看这天阴的好厉害，咱逮了一网兜子了，满了已经。但是呢，本来打算逮拿了桶来的，打算逮几桶呢，结果下大雨了，没办法，咱赶紧回去。那个阴过来了，要下大雨，挺危险的。走，咱赶紧走吧。行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下期视频再见。下雨了，挺危险的海边。